这是 Pixie。他 sure would go。他 on his way。每天他六点半起床。他七点上课吃早饭。他喜欢吃鸡肉。他要去竞选美国总统。他是一点有回忆。他的朋友们会去支持他。他十二点半吃午饭。他一点睡觉。三点起床，然后他常跟他的姐姐妮娜一起玩。他们常玩 tug of war。他四点去拍照。Pixie share motor。也是流行标志。六点他们吃晚饭。Pixie 吃妮娜的食物。妮娜生气和咆哮。我回家后 ，Pixie 和我弹钢琴。他是一天在睡觉。谢谢。